小沛危在旦夕，你竟然能在这里其乐融融啊！你，有何不乐？他来犯小沛又不是犯我徐州，我愁什么？我跟你说过了，小沛一旦失守，我们徐州城等于失去屏障，唇亡齿寒啊！你又收了袁术的粮饷，答应不住刘备，这两难的处境，你想过如何应对？先生。 你刚才听到貂蝉的曲词了吗？他唱的可妙了。奉先，他唱的是“天无绝人之路，地有好生之德，花有荣枯之期，水有无尽之流”。你说他这词好不好啊？哎呀，奉先呐，张飞就是因为贪杯才丢失了徐州城啊！ 你难道要学他的样子去重蹈覆辙吗？那匹夫怎么能跟我相提并论呢？我有赤兔马，有方天画戟。那好，我也送你两句唱词：军情如火，生死万机。你赶快给我率军出城。好，我去就是了。哎，先等我回来啊。禀主公，吕布刚刚发兵了。好，何时能来小沛？ 吕布率军至五里坡，在那儿摆了一席酒宴，说是要请主公前去赴宴。赴宴？什么意思？大战迫在眉睫，生死决于一刻，他怎么能有闲情逸致喝酒？我也不解，吕布说了，此宴能退敌。大哥，我看吕布这次早就被袁术给收买了。他设下这鸿门宴，是想取大哥的性命。哥哥，万万不能上当啊！ 大哥，吕布收了袁术20万粮饷，我们不得不防啊。
我这就去。谭哥，我相信吕布不会害我。再者，为了抵御袁术大军，我就算身陷险地，也该亲身一试。哥哥若真去，那由我来护驾。你和吕布一见面就给打起来，万万不可。俺非去不可。是。三弟，子龙、云长，你们坚守城池，我去去就来。谭哥，千万小心呐！ 是个酒色之徒，也是个能征善战的勇将。哼，贼吕布，贼！二位将军，我家主公有令，请两位入营相叙。请，请。玄德。 你日后得志，可别忘了在下今日之恩呐！上将军之恩，在下并不敢忘。纪灵将军到！别，义德兄弟，千万别动兵器。哼，我不是你兄弟。随你，不是就不是。 不过，你是不是琼浆美酒的兄弟？那是，俺张飞那是千杯不醉。言过了吧，刘备出征那天，你不就大醉了一场吗？今天我高兴，特请两位朋友来陪我喝酒，来，喝酒。 干杯！如此美酒，若有乐曲相伴就更好了。可惜，貂蝉不在，他如在，酒不醉人，人自醉。敢问上将军？ 你要杀我吗？不杀，不杀。那么你要杀这大日贼吗？哎，找死！啊！不杀，都不杀。既然都不杀，就请将军撤去酒席，让我和纪将军来决战吧。不可。 断断不可！我吕布虽然杀人无数，但我平生不好斗，最好解斗。今日我请二位来，就是想杯酒释兵戈。上将军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敢问阁下，你可以开多少金弓？ 可赊多少步？哼，末将不才，可开他500斤硬弓，50步内箭头穿射而过。好啊，哼！请问张翼德，你可以开多少金弓，可赊多少步？俺可以开800斤弓。 80步内，箭头穿甲而过。哼，好，好。来人呐，在。将军，取我方天画戟，插于辕门之下。遵命。 列位，随我来。
此去辕门不少120步，如果我一箭射中脊上小枝，你们则罢兵言和；如果射不中，你们只管厮杀。是战是和，俱凭天意，你们看是如何？天下无人能射这么远，更何况射中脊上的小枝，不可能，万万不可能。事到如今，是战是和，尽凭天意吧。但愿天助吕布，此箭中的。贼吕布，吹牛皮。将军请。将军请。保雕公何在？将军。看到了吧，这是上天令你们罢兵言和，谁敢违背天意，我吕布只有替天行道，再射一支金陵箭，将他穿胸而过。在下退兵。那吕布辕门射戟，迫使我们双方罢兵休战。他说：“谁敢抗拒天意，他就替天行道。”这个三姓家奴，太过可恨。先前骗走我20万军饷，现在又自作轻薄，搞什么辕门儿戏，坏我大事。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？众将听令。令你们速速整军，我要清征吕布，再遣刘备。遵命。且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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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主公息怒，请主公息怒啊！在下以为，如果主公派兵赶杀吕布的话，对主公有诸多不利呀、啊。首先是我们送他的20万粮饷，那可就真的助贼了呀。其二，这样就把吕布又赶到了刘备那边，他们联起手来防御我们。这个结果正是曹操所愿呐。我也知道，成大事者不能拘小利。可吕布这厮太可恨，我忍不住。请主公不要只是恨自己的敌人，这样会妨碍你的判断力。主公可记得，曹操对他的死敌，那经常是亲密无比，笑脸相迎啊。哼，那个奸雄他比吕布更可恨。在下以为吕布固然可恨，但是辕门射戟一事足见其勇冠天下。主公想建树大业，那就要忍常人所不忍之事啊。主公树吕布为强敌，为何不可以把吕布变为我们的强援呢？主公啊，来日方长啊。报，禀主公，怀疑校尉孙策觐见。哦，小霸王孙策来了，快招进来。末将孙策拜见主公。
孙策，你说说这些年来我待你如何呀？主公待我如君如父，恩重如山。那么我令你30天之内夺取庐江城，你怎么不遵行啊？现在已经是第13天了，你竟然还没有出兵。禀主公，末将已经攻陷了庐江城。哼，无稽之谈。庐江距此800多里，一来一往最少也要20天，更何况庐江太守陆康拥军上万，居城坚守。你孙策就是再善战，没有30天的时间，你根本拿不下那个重镇。主公，这是庐江太守陆康的首级。真是陆康？孙策，你真把庐江城拿下来了？此时此刻，庐江2郡4县5座城池已经全部归属主公。孙策，快说说你是怎么把他攻下来的。末将接到命令后，当天就率领5000轻骑星夜兼程奔赴庐江，3天内纵横800里，连续攻城拔寨。陆康还没有来得及设防，就已经被我攻下城池。好好好，那我借你那30000精兵，你损失多少啊？主公借给我的30000精兵，我一概没用，只用了他们的战马。此次战役，战马损失400余匹，望主公见谅。末将交还兵符。好啊，孙郎之勇，比起令尊孙坚将军，有过之而无不及啊！我有孙郎在，何愁吕布，何惧天下呀？苍天哪！我要是有孙郎这样的子嗣，死而无憾哪！谢主公嘉奖。率台设宴，我要为孙郎庆功。禀主公，好。今天是家父的忌日，末将想去坟前祭奠一番。好啊，等你继父回来，我再为你庆功。啊，谢主公。将军留步。皇叔。公子，你还是叫我黄盖吧。黄将军找我有事。刚才在大堂上袁公如此夸你，公子难道没有听出他的话外之音吗？什么话外之音？员工当众说，若能有孙郎如此，虽死无恨。他言下之意是想收你做他的义子啊。这个我听出来了。既然听出来了，那公子的意思是？黄将军的意思呢？袁氏宗族43公，天下奇才半出其门，多少人想攀附却苦于无门，袁术更是拥兵30余万。雄居江南数郡，久怀帝王之志。他早晚会成大业的。公子既然得其厚爱，何不借此机会求取晋升之道？袁术，他
不配做我的义父。公子一言，英雄本色。公子，当年先将军孙坚视我如兄弟。公子啊，无论何时何地，如果需要在下效力，在下万死不辞。皇叔，我记下了。父亲，孩儿看你来了。你归天之后，母亲和孩儿迁居曲阿，时受各地诸侯欺凌，旧日将士兴散，家产凋零。孩儿也不得不归从袁术，孩儿未能继承你的英雄大业。孩儿向你请罪。大丈夫身为豪杰，死为鬼雄，如不拔剑而起建功立业，岂不愧对先父天灵？孙策，我从庐江城就开始追你，足足追了800多里，今天总算是追上你了。早知道你要来，我就让你再追我800里。家父病亡之后，我母亲悲伤过度，也跟随父亲而去了。现在我已是无牵无挂，飘然一人了。你打算以后怎么办？我把所有的祖产跟田地全部换成了钱粮，得钱5万。前来投奔你，我愿跟你一同实现昔日的誓言，纵横天下，共创大业。周瑜啊，十年了，今天是我十年来最高兴的一天。来。袁术并非英主，如欲成就大业，首先你必须要脱离袁术。这一点我早就想过了，我只是担心他会舍不得放我走。那方传国玉玺还在吗？送给他，换回自由之身。你说的倒是潇洒呀，但你知道吗？我父亲就是因为他丢掉的性命，而且多少诸侯枭雄都对他梦寐以求。不就是块石头？大丈夫手提3尺剑，即可纵横天下，何令区区俗物？孙权也曾经说过你这样的话，他也说这玉玺是祸水，留之有害而无益。
然有见识。哎，这孙权到哪儿去了？怎么没看见他？哼，他呀，喜欢云游四方，现在正在各处遍访贤士，说不定过两天就回来了。这孙仲谋年少志大，早晚能成一方英豪。我母亲在书信里说，扬州刺史刘繇逼迫日进，要将我全家赶出曲阿。我舅父险些被他谋害。主公，我想向你借一些兵马，前去曲阿救难省亲，请主公恩准。曲阿远在江东，来去路上也得不少日子。据报，曹操和公孙瓒随时都准备向我用兵，我这里大战在即呀。孙策，我离不开你呀。要不这么的，我派人到曲阿把你母亲接到南阳来住，我保证她富贵终身。主公，曲阿是故土，母亲不愿离开，求主公让我去吧。你执意要去，那就快去快回吧。不过接将士的事儿有些不便，你也知道我这大战在即呀。主公，这是我父亲留下的玉玺，我愿以他为质。果然是传国玉玺。今日终得一见呐。孙策，你说吧，你要多少将士？我只要四个人，程普、黄盖、韩当、祖茂，其他人等一概不要。这四个人不是令尊孙坚的旧部吗？主公，他们不只是先父的旧将，他们更是我孙策的叔伯。程普、黄盖、韩当、祖茂，在。你们愿意随孙策前去吗？末将愿随。那你们就跟他去吧。谢主公。四位将军，你们有半个时辰回家收拾物品，带上七小，我在城门外面等你们。公孙，真的有这么紧急吗？对，袁术一旦反我，就会派军追杀我。目前我还不想和他反目成仇。遵命。
恭喜主公，得此玉玺，便是得天意呀。天授玉玺于我主，请我主承天顺命，即位九五，成帝王大业。请我主公成帝王大业。哎，我看成大业，只怕是孙策。他不但不会回到你的身边，日后还会成为主公的大敌。先生，此话什么意思？孙策用区区一块石头，就换走了我皇城、韩祖、四员大将，而他们都是其父孙坚昔日的骁将。孙策的用意，主公难道就没有看出他的志向吗？他，哎，背后有高人指点呐。孙策宁可舍弃玉玺，也要背我而去，我还能看不出他的志向吗？不过孙策有志向，没有实力。就凭他现在区区几千人马，成不了什么大事儿。但愿主公说的是对的。驾！驾！驾！先生，你看我啊，人已年过花甲，满面沧桑，年华将逝，来日无多啊。我要再不创立大位，以后就没有时间完成心愿了。等我继位后，一定拜先生为国师，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不，青史扬名啊。先生，不要再劝了。不，请主公见谅，在下生性固执，宁可直言死于剑，不愿谄媚图荣华。主公啊，你万万不可做皇帝。为何不可？当年高皇帝刘邦，官位不过四上一亭长，手中不过三尺剑，随从不过数十人，就敢谋取天下。现在汉廷已延年四百年，气数已尽了。当今四海沸腾，枭雄分歧，强者为王，强者之中的强者就可称帝。我雄居淮南，粮多地广，拥有精兵四十余万，强将千余名，谁能与我争锋？谁敢与我争雄？主公虽是明主贤人，可你不是汉高祖刘邦爷呀。当今世上就有两人可以与主公相争。谁？谁？谁呀？叶俊、袁绍、许昌、曹操。袁绍承认十八镇诸侯盟主，他现在占领着冀、青、并三州，而且图谋攻打北方的幽州。他现在拥兵有50万，帐下文臣武将皆是海内的豪杰，而且还是主公的堂兄。
名望比主公高，曹操更为当世奸雄，其文才武略百年罕见。虽然眼下势力不及主公，可是他挟天子令诸侯，执天下牛耳，远交近攻，纵横南北，其兵威已经是日胜一日。有此二人在，主公啊，你做不得皇帝呀。哼，袁绍本是我们袁家小妾生的一庶子，要论族上卑贱，他只配给我当奴仆。我就是看他比我年长两岁，认他为兄而已，不敢跟我较量。还有那个曹阿满，他原本就是奸宦之后，贱民之孙，鹰犬之辈，无耻之徒。哼，到时候我继了王位，第一个出兵灭掉的就是他。我要杀鸡儆猴，彰显天威。臣等拜见主公。什么事儿啊？臣等355名文武官员联名向主公上表，请主公顺天承命，即皇帝位，改元开国。这么大的事儿，我要三思啊。主公，若你不能顺天承命，老臣今日就叩死在你面前。请主公顺天即位，改元开国。好，诸位爱卿，事已至此，我只好上承天命，下顺民心，继皇帝位。主公万岁！主公万岁！率先称帝，建号仲氏，立寿春为都，并布告天下。由此也使各地军阀之间的战争更加剧烈。袁术逆天警卫，在寿春开国，还自称是个什么中式皇帝，他甚至还要让我向他上表称臣。什么？这无耻的匹夫，胆大包天的！如论战地之广，拥兵之多，威望之盛，将士之优良，我家主公样样都在袁术之上，要做皇帝也得我家主公做，哪轮得着他袁术啊？说得好，末将请主公立刻即皇帝大位，开国之后，我等必为主公平定天下。请主公建国开元，请主公即皇帝大位。主公，以许攸之见，在天下大乱之际，各路诸侯无非有以下三种选择。其一是扶汉，其二是篡汉，这其三嘛，是以扶汉为名行篡汉之时，袁术急功近利，采取了公然篡汉自立，这是他的愚见，势必引火烧身。主公，你一向深谋远虑，高瞻远瞩，此时当取自强之道，观时待变，后发制人，这才是主公你的智慧啊。列位将军想做开国功勋，留得青史扬名，这我可以理解。不过如今汉廷犹存，天子仍在，
各地诸侯纷纷列土称霸，天下未定，远不到主公开国称帝之时。袁术在桃子未成熟之前就急于采摘，他只采得满手荆棘，成为众诸侯的公敌。在下料定，长则三年，短则数月，袁术必败。主公啊，袁术悍然称帝，主公不必为之气恼，因为这不是恶讯，而是主公的喜事啊。哦，如何是喜事？古往今来想当皇帝的人多了，凡是想当皇帝的人就越容不得别人当皇帝，袁术悍然称帝必然招致天下公愤，这样一来所有的兵锋和愤怒都转移到袁术那边去了。主公正好趁此攻伐河北，取幽州各郡，待霸业已成再回过头来考虑君王地位之事。总之让袁术去贪取帝王之名吧，而主公则取帝王之实，到头来有名无实者必自灭，而主公则终将实至名归。郭图、田丰二位大人所言极是，但在下以为，主公有一件事主公必须先做。那袁术不是让主公上表称臣吗？依在下之见，主公倒不如真就给他上一道奏表，但只是称贺，仅仅只是称贺，而绝非是称臣。今日何日？今夕何夕啊？五月初五。啊！天下的渔夫蠢货，五月初五都爬出来了吗？啊！知道吗？袁术称帝了，差点没把我笑死。哎，我看错了袁术，此乃我之过呀。